楼里的棺材是怎么回事？这棺材里呀，躺着一个人。谁？这张相爷也不是外人，我说的事情你可千万不要外传呐。这棺材里呀，躺着的是先帝一个宠爱的宫女儿，下了一手的好棋。先皇经常来楼上啊与他对弈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呀，有一次他在跟先皇对弈的时候突然倒在地上死了。先皇让人抬了一口棺材，把宫女的尸身呢炼在棺材里，还吩咐了谁也不许移动棺材。那么以后就没人敢用这座楼了。是啊，没有人敢用它。那永宁公主上去过吗？没有，公主是个被锁呀锁住的人，除了她胸前挂的那把金锁，别的锁她不能碰。公主有一把金锁？是啊，宫女的金锁呀是先皇留给她的，先皇还发过话说这把锁呀是公主的随身之物，任何人不能碰它。恕不远送了。送来一车断手臂，那两位押车的将军在午门前当众削下了手臂。这车断臂到底代表什么？那两位将军说，车上的断臂都是在军营起反的军校的手臂，瑞王见他们起反，就斩下了他们的手臂，给皇上送来了。可是那两位在午门断臂的将军为何要削掉自己的手臂呢？他们说皇上的粮食再不运到，他们也要起反了。瑞王第一次给朕送来了一车断兵器，这回又给朕送来了一车断手臂，那么下一回他岂不是要给朕送来一车断手戟了？那两位将军说，瑞王不会再发一车兵抵京了，若是再发车，那就是万辆兵车呀。那两位断臂的将军就说，朕的驻印军已经开炉了，即刻就可以把第一批银锭送往瑞王那里。另外朕从精通二仓调来了粮食30万担，明日即可出京运往瑞王处。是皇上，臣这就去传旨。启禀皇上，冯公公有急事求见。他要见朕，传。
微臣叩见皇上。公公，平身。谢皇上。不知公公冒雨前来，微臣深夜求见皇上，是为了一件微臣认为十分要紧的事儿。哦，公公请讲。微臣听说铸银局的银子已经运到了，马上就要开炉铸银。如此重大的事情，万万不可再有疏漏啊！以防像上次银车被劫那样，再度遭受江洋八子的毒手。啊，公公替朕想得周全，朕也就放心了。朕已让兵部派出御林军把守铸银局，而负责铸银的工部也已派出100司官督守铸炉，以确保银子个个足斤十两，定定安全装箱。皇上，微臣最担心的就是工部司官夹杂在铸银局内。哦，公公请细细道来。启禀皇上，东厂对6部司官都暗中调查过，早就发现在10000多名五品以上的司官当中，有不少人值得起疑呀。公公的意思是，在司官当中有人暗通江洋八子？虽然证据不足，但是不可不防啊。铸银局如此重地，如果让江洋八子的人混入其间，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。哎，公公提醒的是啊，此事朕定会慎重，请公公放心。啊，对了，公公的东厂不知可否派出几个心腹之人，替朕到铸银局共同协理铸银要务啊？这个，铸银是皇上的心腹要事，微臣理应为皇上排忧解难。可是皇上，这朝中有人对微臣总不太过得去，想方设法要抓微臣的把柄，以图购置罪名，置微臣于死地。这种时候，微臣派东厂的人去铸银局这块宝玉之地办差，那些人必定会前去添事，甚至会设下陷阱让微臣去跳。这么一来，反而有误皇上铸银大事。所以微臣以为，东厂还是回避为好，以免节外生枝。请皇上体谅微臣的难处。既然公公这样说，朕也就不好为难公公啊。谢皇上。不过请公公一定要答应朕，如果真有什么人敢去铸银局动手脚，还望公公一定要替朕保护好炉子和银子。哎呀，微臣遵旨。啊，那微臣就告退了。啊，公公请。夜深了，又要下雨了，你早点安寝吧。
启禀皇上，明日驻银局开炉，派不派工部司官去监察？哼，冯宝老贼不想让朕派司官去驻银局，一定有他的计谋。可朕偏要多派司官去驻银局，让任何人也无缝可钻。告诉工部，明天一早派200名司官前往驻银局，朕要他们把驻炉围个水泄不通。是。启禀皇上，张首相不在府上。这么晚了，张四维能去哪儿呢？再去给朕找。是。您怎么找到我的？难道老夫就没有眼线吗？张大人，为何而来？本来老夫想留你在京城，可是刑部一封诏令，明日马峰就要押解你离京，看来你是留不下了。我见到马峰了，已经下了诏令，明日一早他就派囚车到这儿来，看来今天是我在京城的最后一晚了。你在离京之前替我办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到永宁府去一趟，那儿不是有个骑楼吗？骑楼？要是老夫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到那儿会大吃一惊的。
金锁。哎，虫儿，哎呀，你生气了？你最近跑哪儿去了？不要你管。哎，虫儿，怎么不要我管？我为了找你，害苦了我了。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去哪儿了？男人爱婊子，女人爱银子，你信不？你爱婊子是你的事情，可是我不爱银子。明天。我就给你像坟那样一大堆银子，你也不相信？你见过那么多银子吗？哎，明天晚上我就在这儿，就给你这么多银子。啊，壮，我要这么多银子干嘛？哎，就这么多银子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那你又上哪儿去弄这些银子呢？召集到一块儿，说明天晚上在这个时候，把祝银局给抢了。祝银局？对呀。祝银局是帮朝廷出银子的地方，那可是布着千军万马，就你们几个人，就算天兵天将来了，也别想进祝银局的大门。哎，你太小看我了。哎，虫，虫，你听我说，虫，你相不相信？啊，明天晚上，你就在这儿。就等着数银子就是了。好吧，那我明天就在这儿等着你的银子。楚，你看着我干嘛？楚，我问你啊，你说咱们这样算是夫妻吗？你这话问得怪了，做夫妻都这么长时间了，难道你还蒙在鼓里吗？我可听人说了，要咱俩真是夫妻的话，就应该睡一个铺。是吗？怎么就没人跟我说呢？虫，我这不是在跟你说吗？虫，
今晚找个铺跟我睡。哦，不，丑，你把我睡了吧。哎呀，等你把银子拿来了，我们再去找铺吧。真的，丑，我这一辈子都听你的，让我进去。阿丑，把这个给张大人送去。好。啊，今天太劳累了吧？今晚住这儿？哦，不了，我还是回去好了，要不然他们会怀疑我的。啊，那也好，从后门走吧。嗯。啊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情你得回答我。那天我在这儿被人蒙倒之后，被送到哪儿去了？我只是张大人的差役。别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那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双香楼，又是谁把我送过去的呢？这事儿我就更不知情了。伙计，伙计！王掌柜，王掌柜，王掌柜，王掌柜！明晚八字结祝银局。马峰，马大人。参见公公。公公这么早就来了？给朋友送行，还能姗姗来迟吗？下官本想将中原锁入囚笼以后再来与公公作别。中原会进你的这个囚笼吗？他已经接到圣旨，不敢违拗，此时正在神龟寺等我。你以为中原会像你想的那样老老实实的自己钻进这囚笼啊？囚笼可不是轿子。中原若是食言不在神龟寺的话，那么皇上又有旨让他代驾而行。那好，我就不多说了。马峰啊，你可是我的爱将，我真舍不得你离我而去，但是皇命不可违啊。你此去西边一路风霜雨雪，可要多保重。多谢公公。啊，上路吧，多加小心，回来的时候
我给你接风。是。出发。住。快去告诉镜子，中原在神龟寺。是。皇上，首府，你气喘吁吁，面色蜡黄，难道又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朕吗？皇上，老臣有要事相奏。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朕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五颗夜明珠居然会在永宁公主府上。此事千真万确吗？回皇上，千真万确，这五颗夜明珠确实是在公主府骑楼上的画箱里找到的。朕明白了，先帝生前有下棋赐物的癖好，一定是将五颗宝珠送给宫女以后，宝珠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骑楼。后来先帝发现有太多的人为了争夺宝珠而死于非命，他于心不忍，便设此简拱梁盗宝之计。待把简拱梁打入死牢以后，先帝就叮嘱他一定要让他在临死之前方能把秘密托付于人。后来先帝怕宝珠再次出现会引起杀戮，索性毒死宫女，将她与尸首一同放入棺中，存放在骑楼，并下旨任何人不准移棺。就这样，一口棺材守住了五颗宝珠，一封就是十几年。皇上，那宝珠如何处置呢？这珠子现在在玉妹府上，如果贸然开棺取珠，定会扰了玉妹的清心，朕实在于心不忍啊。这样吧，让朕再想一想，以便图个万全之策。皇上，瑞王又派人运来一车断臂。哎，首府，这断臂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断魂呢。如果这银子再不送到瑞王那儿，朕的魂恐怕就要断了。皇上，言重了。铸银局今晚就铸银，不出三日就能铸银十万两，臣拟定将首批铸出的银两运抵给瑞王，想能解燃眉之急呀。是啊，朕也就指望着铸银局的那口铸银大炉了。如果这次不出什么意外，哈，对了，刑部已给中原下了诏令，今天就由马峰用囚车押送其离京。臣以为这次不妨开拓中原一次，让他运送军饷去往西北，一来可以使军饷安全上路，再者也是给中原一次
立功赎罪的机会。这件事就按你说的办吧。你还要派人转告中原，如果这次他能按时把军饷送到的话，朕会赦免于他的。臣这就去找中原。刚才我还在想，别等我上了囚笼你才来送行。你今天要走也得告诉我一声。我的事能瞒得过你吗？要是我告诉你，那就见外了。什么也别说了，兄弟一路保重。此时一别，相见何期？来，干！不，有你这个朋友，我们还会相见。干！为什么不把中原杀了？慢，让皇上来杀他多好。就您是来借押中原的吗？莫非皇上有什么旨意吗？本官奉张大人之命，特来向中原宣旨，皇上已赦免中原之罪，派他押运饷银去西边，可是来到这里却见到了这场大火。果然不出冯公公所料，中原他烧了寺庙跑掉了。撤！撤！驾！赵公公，您今日出贡已经一个多时辰了，是不是肚子里边不舒服啊？真他妈多嘴，公公就是在马桶上坐上一天也用不着你说这句话。你笑什么？公公把赌臭气的塞鼻豆都吃光了。嗯，你给我滚出去！
放不跑。你既然知道了五颗宝珠的下落，为什么不独吞，却要来告诉我？我问你，你镜子什么都敢偷，你敢偷皇上的玉玺吗？哼，你是怕拿了这五颗夜明珠，被人发现，引来杀身之祸吧？杀身我倒不怕。我是怕坏了名声。这珠子是先皇留下来的，我要是拿了它，就等于拿了先皇的东西，这个名声我担当不起呀。你为什么让我把珠子交给冯公公？为了银子。皇上的珠子我不敢拿，东厂的银子我可敢要。你这么做想好了吗？不想好了，我能来找你吗？我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了你们，就等于我把皇上给卖了。自古以来还没有人敢卖皇上的，我赵光这么做，我就变成千古罪人了。好，开个价吧。25万两银子。公公会回你话的，不过我告诉你，要是见不到珠子，你可就惨了。就冲你这句话，我开的价变了，30万两，少一两我也不卖。听好了，一锭一命，少一锭铸银，就多一根斩条，都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铸银就多一根斩条，都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都听好了，一锭一命，少一锭铸银就多一根斩条，
都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车上装的什么东西？从大内运来的银器。这不是中原大人吗？怎么，你不是降职去了西北吗？三个时辰前，这话没错，可天一黑，这话就是废话了。皇上改变主意，让钟大人官复原职了。干咱们这一行的，就是这么回事，福祸瞬间。把车上的箱子抬过来，让御林军大哥好好检查一下。让钟大人的马车进去。初衷。